OK，等一下，我买把枪，我的商人跟我说这把枪的性价比拉满，以后也好卖，还他妈可以赚，可以。等一下，买把枪，兄弟们，买把枪，买把以后可以赚的枪，就是会涨价的，会很贵的。农具不涨价吗？农具这种有可能涨，你知道吗？我这把枪，我现在是看运气的。我这把枪买，那个人买的是30万，他卖给我25万，对。然后呢，他这个是什么？有一个选手叫 Pasa，是一个很他妈厉害的选手。然后这把枪最屌的地方在于，这个贴纸是随机的，在枪的位置上面，它贴到他妈最好的位置了，随机到，而且是一把崭新的纪念品农具。这个人叫 Pasa，然后这个人之前退役了，然后现在最近他复出了。如果他复出打得很垃圾，我这把枪就他妈炸了。如果他退役之后又他妈变成通天六臂猿，就那种很无敌的各种。什么又拿世界冠军什么的，这把枪就巨他妈屌。翻倍。对，他复出了，最近这个人复出了，这个叫 Pasa 的复出了。如果他这次复出，他打得很屌，我这把枪会很他妈贵，就怕他打得不好了。咆哮！我操，这把枪是他妈金色的品质！哇，我以为这个游戏最高档的是他妈红色，这把是他妈金色的。你看那龙居都只我他妈龙居是红色，但我龙居但。哦，为什么这个是金色呀？我惊了！违禁步枪，你看卸货，违禁。看一下，你刚刚开出来的吗？刚开的。我查一下呀。我查一下，我看一下多少钱这把看一枪。下，什么样的开出来的呀？M4 啊，这是。对，M4A4，暗金咆哮。而且你看，这把枪的磨损率，看这把磨损率。我操！你是什么东西箱子开的呀？对吧？这是金的。300万有人要买吗？这把枪？300万有人收吗？有人买吗？300万有人要吗？有收的都300万的收了。可以，试一下好吧。这把枪，他说没有。不。我要进游戏里，我要进游戏里发给我朋友看一下。你看是很难查到吗？这样好吧？哎，我看一下。别急啊。崭新的吗？这把枪？等一下，别急。什么意思？没有了，被禁了，啥意思？
哎，我这灵活率，哎，怎么这么慢啊？我的鼠标速度。哦，哦，拿错了。确认状态携带者，需要寻求援助。炸弹掉落。哎，不行，我先买，攒点钱，我现在没钱，等一下，兄弟们，我先攒点钱，没钱。我手套是我自己开的呀。聊兵行不好？能不聊兵？开什么？我有摇摆。瞄边，妈倒电脑！我不是他妈一个人倒对面一个队，我现在这个还可以的，好吧？拉西币了。打头一枪是不死的吗？这个枪，我是肯定打到头了的呀。什么枪？没打头。我他妈必打到头了。哎，我跟你赌他妈一个亿，我跟你赌1000块，接不接？我上面打不打头？我们马上看录像，接不接？我输输10000，你输输1000，接不接？我输输1000，你输输10000，接不接？你输输1000，我哦不，我输输10000，你输输1000，接不接？接不接？考虑一下。接不接？考虑一下。安全。看三个点了吧？好像没打是吧？还在后面呢。你妈打了他妈3枪头打不死。人不要偷，人家偷上去吗？在休闲模式里看一下我这把枪。我打什么都没打死啊！啊，必打到头了。等一下，去休闲模式里看一下我这把枪。我没戴耳机啊，很正常的。看一下我这把枪，哇，好鸡巴帅啊！哎，但是上面的这个贴纸是不是不厉害啊？不是很好的贴纸。我要换成厉害的贴纸。是真的 PDD 吗？我是 PDD 的弟弟 PPF 兄弟。我这个贴纸不厉害吧？我这个贴纸，我自己开卡托，然后我把这个贴纸刮了，然后我用我自己的那个贴纸，可以吧？
我自己开那个卡托箱子，开那个什么厉害的那个贴纸，可以吧？给你们表演一下，我不戴耳机打一下 CSGO 好不好？打我打三条命，就我死三次，我就不打了。给你表演一下。好，一条命。一个不吃三个。一条命，一条命。这个贴纸牛逼吗？别换。这个贴纸好吗？我这把枪的磨损率是全世界排第三的。我这把枪的磨损是全世界排第三的，就世界所有这种枪里面磨损是第三的。刮了会掉磨损吗？哎，我这个贴纸是不是不是很好呀？要刮了是吧？哦，这个贴纸是中国队的吗？哎，可以啊。哎，那可以，那不用刮呀。哪个队的呀？这个贴纸是？哦，就一发子弹，一发入魂。哎呦，这也没子弹了。哎，茄子的对吗？真假的？那可以啊。我去避开一下。我看一下在哪，我看一下。我不知道是哪个队，我少三条命。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游戏怎么玩的，好吗？我给你们表演一下。第一，我在看你直播。天路的是吧？可以，我知道这个队。天路好像 CSGO 中国还挺厉害的。没人守 B 吗？不冲。人呢？人都去哪儿了？怎么就没有人了呀？傻子，他妈的！哎。那人都去哪儿了呀？我操！冲一把，冲一把，冲一把！不行，这冲了要他妈送，不能冲！我有钱啊，你去了。抓起来了！要 A 枪 ，A 枪。满了。
还有一条命，最后一条命。马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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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了。哎，是不是韩金龙这个逼在想我呀？马了，所以。兄弟们，没人守啊！我来，我在，我在中路。马了，马了，马了，马了。这个小米，这个小米。五十秒，坚持。最后小米，别急啊，别急啊，等一下下，马上给你们表演五杀。别急啊，等一下下。啊啊，上了，地道上了。我操！哎，还是不行，还是得戴耳机，不然没感觉，知道吗？不要去了，我这把骑把狙吧。我操，惊险！骑个狙吧。好呀。搞把我的龙狙表演一下。刚谁赢了？我没看。我们赢了，我们赢了。还有人，还有人，掉了！你大爷吧，兄弟！我操！这他妈人都去哪儿了呀？我操！没人，感觉都躲在家里面的对面。他们是匪徒，他们要攻击的呀！来了来了来了！去，不要往前冲，老哥。呀，遇不到人，兄弟们！哎呀，没有人呀，看不到人！我操，我的狙！漂亮！75000是吧？狙啊！我操！冲过去，我这个狙冲过去要被别人阴的。警察是防守的，警察不能乱。哎，来叫我一下，叫我一下，叫我一下，兄弟，来叫我一下。没有配合的这帮敌。
我不好意思，这是盗版，忘了。兄弟，最后一条命，杀了他妈四个了。说实话，我这技术还行吧。来，跟我上，跟我走！啊！救救救！嘿嘿嘿嘿！啊！别了！辛苦了。啊！打错路了。别急，再欣赏一下，看一下啊，好看。我的商人跟我说，这把枪我可以赚钱的，运气好的话。就这把枪很保值，等一下，说这把枪很保值的，我等会去玩一下，先打撸啊撸了，来，哎，太蛇了，我可以去开点手套，我的手套不是很好看。你们觉得不是很好看？看一下我的手套，好吧？我记得我的手套还行。但是大家觉得我的手套不是很好看。看一下我自己的手套。看到没有，这是我的手套，我感觉还可以，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怎么样？讲道理还行吧。你看这个是原始的，原始的是他妈这个样子的，然后是这个样子的，你看很垃圾，但你看我的，讲道理还可以吧。九头蛇手套红树林，说实话，这个手套哪有他妈跟红有关的东西呢？我也不是很懂。开一个手套吧。手套，不行，不给买。等会儿吧。都重退一下。什么意思呀？我操，这么麻烦吗？这个要退了。啊？再来一遍吧。你打瑞兹，我打流浪是吧？哎，掘墓者。掘墓者，妈选个肉搏的跟他打，讲道理，这个兵凶恶心的很。厄加特不好，完了，他抱不过来，库存满了。又要开始合一波，怎么说？把这把龙驹合了，龙驹合不了。
等一下，我先喝点东西。最贵的枪就是龙狙吗？最贵的，好像听说有一个老板还是一个土豪什么的，在收有一个选手叫肯尼斯的一把狙，就是肯尼斯的那个签名的龙狙，100万人民币，听说。对，那肯尼斯我看过他的集锦啊，真的猛，真的猛，肯尼斯真的猛，真的猛。龙狙的价钱就是按选手的价格那个。也不是说按选手，就它有那些稀有度你知道吧，就很玄学。其实这个价格为什么这么高，其实我也不知道，但市场它就是，它就认定它就是他妈就这么贵，它稀有。 就你基本上你不可能，就你如果想去给开一把比这个东西要好的，你可能花的钱就你想都想象不到，就真的是只有你运气来登了，你才能可能搞出一个这个。就你用搞到这种枪的运气，你去搞别的事情，比如说你去买个彩票什么的，可能你现在已经是他妈的福布斯前面的一个人了。今天的比赛我看了的呀，看了比赛的呀。怎么说呢？文艺复兴，好吧，我操，好狠！我紫色的枪太多了，兄弟们。我紫色的枪是合了还是拿去卖啊？我问一下。我这些紫色的枪是合了还是拿去卖啊，兄弟？一把紫色的多少钱？有些很贵，有些很便宜。把这些便宜的吧，这什么 UMP 这些东西拿去卖了，拿来合了。都合了吧，卖也卖不了两个钱，讲道理。粉色的，粉色的就不合了，粉色的留着好吧，粉色的留着，粉色的都留着。你现在试一下呢？你现在试一下。啊，沙鹰合了，合了，合了。恭喜这个队。又来干锤子。恭喜这个队。这个人送一张方卡就中了。恭喜9958502获得的50000元大奖，恭喜这个 B。这个人第一次抽奖就中了。可以，牛逼！粉色的也合一波吧，好吧。这种他妈垃圾枪没什么用的，这个什么阿巴左轮粉碎者、屁屁野牛左轮手枪，有什么用呢？对吧？粉色的也合一波。哎，皇帝 M 四，看一下。0.23还可以。好，你现在报价，你现在试一下，你现在能不能报价？你现在试一下，退钱。没办法呀，别人运气好，你能怎么办呢？要不我去把它做掉吧，兄弟们。你们很不爽这个币中了，要不我去把它做掉吧。我把他的地址骗出来，然后我去把它做掉，怎么样？我只能为你们做这么多了。
我操，这个盒子老子他妈逼有点心痛啊，真的他妈的有点心痛啊，我盒子真的有点心痛，我真的有点心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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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不想盒了，妈真的盒子有点心痛，真的有点心痛，真的有点心痛。我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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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点心痛，算了算了，不合了，不合了。我操，我不合他发不了报价。我操，算了算了，不合了，不合了，不合了。妈，有点心痛，有点心痛，有点心痛。真的有点心痛，真的有点心痛，真的有点心痛。不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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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有点亏。算了，把这些东西都全部给我的，送给我那个水友吧。我今天下播之后，我把所有东西全部报价给你了，我把所有的这些废箱全部送给你了，就是上次送我装备的那个水友，这个水友人挺好的，这把枪就是这个水友送给我的，给你们看一下吧，这把枪是这个水友送给我的，然后这把刀也是这个水友送的，还给我刷了好多礼物，可以兄弟，今天全部送给你好吧。先开一波手套吧，今天开一波手套试一下，兄弟们接受不了怎么办，这波搞完吧，这波搞完我们去大风好吧，我得看一下，我得研究一下。什么意思？为什么接受不了？我重进一下游戏好像是才能接受。怎么说，张哥大风下好没有？没你他妈的发开！他妈说了，他妈下午就跟你说了，你他妈了个逼哦！你下午。怎么没跟你说？没跟我说、啊。说了晚上他妈让你跟牛奶一起下的，你他妈的个逼！没有让我下。个逼！哎，他妈焦灼了。搞得我他妈焦灼死了。焦灼啊！那我他们在催我，我就要催你，我肯定要焦灼呀！我不催你，他们就要催我，然后我又要被催。就要被催，就要被催啊！推什么岗是吧？什么游戏我都不知道。什么东西？有点大风。兄弟们，怎么交接受不了交易？这什么意思？大富翁，飘出饭你不吃吗？凉了。啊，算了，你们两个是不是会
他们两个会不会有点太菜了？兄弟们，你觉得？什么东西？这两个逼是两个渔夫，带他们打的话，会不会他们太菜了？我们就拖低我们这个局的质量了。好了，现在格子应该是怎么都够了吧？讲道理。此交易报价不再有效是什么意思啊？买呀！我这个不玩。哎，跟小新说一起来搞了，让他去我 YY， 让他把兄弟们组织一下。跟小新说，对。是做生意是吧？大富玩过没有吗？小时候玩过没有？很他妈好玩的。对，就大家交易，就是我们在一个 YY 里面，我们大家聊天，就比如说这，哎，你这个多少钱卖给我？就大家要聊的，懂吧？要诚意，要有诚信，就真正意义上的做生意。奶哥，好了。等一下啊，兄弟们，别急哦。哎，可以直接给我发过来了。我也不懂，我也没玩过这个。等一下，让小新去叫一下兄弟们，我们先把人组齐，我先开会手套，等他们一下，他们应该还在玩什么之类的。大叔，这个叫 YJJ 吗？我问一下 YJJ 玩不玩，好吧 ？YJJ。JJJJYJJJJYYJJ。来了，兄弟们，开始了。今天我是狗托，我在你 CSGO 上消费了这么多钱，你开箱不让我运气好一点，给我蓝蓝的天空，我怎么就不信呢？蓝，来，继续来，蓝，再给我来，继续来。好，我错了。好，我错了，我为了证明我真的知道我错了，我先把他们合了，好吧？等一下，把他们叫兄弟。上个枪好吧？哎，给牛奶上支枪。哎。哎，什么意思呀？怎么二十多个蓝了？哎，秒开是不是没用了呀？感觉不能秒开了呀，什么鸡巴哟！哎！16 17 17+10 27，我27个箱子开了26个蓝色的东西，哇，感觉今天不太适合开箱子啊，兄弟们。我二十七个箱子开了26个蓝色，一个粉色。我今天这200个出金，我这辈子不开这种箱子了。我今天两百个不出金，我这辈子不开了，好吧？把我后面的卡托那些开完，老子这辈子不开了，你妈逼啊！我这号他妈逼没被搞。
我操，他妈黑成什么东西了呀？这跟之前的概率完全不一样。我吐了。哎，还可以哦。嗯，还行。哎，没事，无所谓嘛，看你出不出金，好吧。算了，出金有点假，出不一定出金，两百个不一定出金，但是他至少出红了。看一下这两百个的运气，好吧。如果蓝色太多的话，真的以后不想开了，给我开自闭了。妈，不如买。我感觉就我的运气，我花他妈的100万也开不出一个好东西来。手套嘛，该出货了。哇操，全是垃圾。哎呦，哎，哇操，哇太难开了，哇太难开了。不准备2000个箱子，真的。感觉我现在的运气不准备2000个箱子出不了金，根本不像以前什么100个100个的买了。感觉刚玩的时候那段时间是萌新，所以系统的概率也高一点，把你引入坑，然后再杀猪。完了，完了。哇。感觉是手套箱子不好开吧，这概率也太低了。每个箱子的概率不一样的吗？出金的概率。妈的，应该说用张哥20年的寿命换一个500万的装备给我，我都不要。虚伪了，刘哥。啊，我这么说吧，用你1年的寿命换一个他妈100万的装备给我，我都不要。就这么跟你说，好吧？妈，游戏只是游戏，妈 ，DAC 是我的好兄弟。上次还说用我10年寿命换你吧，你又不是好兄弟。哈哈，多一点，哈哈，还拿去吧你们。行行行，我那说的都是玩笑话，牛奶。我就如此的卑微。不是，我那都是玩笑话呀，讲道理。但是我是。哇！什么？你抽到？Hello。看到没有？喂，我他妈娃吧，我出金了。但好像。零点我咋？好像有点我呀，0.7。我他妈人命0.7，很慢很慢的，是不是？就感觉再用一下，他妈就烂洞洞了。他的用不着，他要止痛啊！快，打到手工匠，叫了一下，一个药果盘的是吗？你妈逼！可能用一下，那个洞洞就烂了，那个手就……我操，0.71，好烂啊！指头就露出来了。这个值800吗？这个可能300吧，300能值不？800应该能值。这个0.7的还能值800，哇，这个都已经啊，烂掉了，烂掉了。我操！又丑，他妈根本没人买，知道吗？对，又丑，这个手套巨他妈丑。会有人买？什么皮的？谁买呀？就那种想要搞手套的。我操！他们劝我继续开箱呀，我说我这两百个要是不出金，以后我就不开了。结果给老子出了。出了。他妈的搞我搞威胁的。声控游戏，我全是蓝的，有点开吐了。我他妈的，这个手速真的，熟练的让人心疼。我操，手速很快吗？我开箱子的很快。我们几个在外面都说，我操，高老师这个手速太快了。真的吗？对啊，你们觉得我开的很快吗？有呀、啊。
很熟练吗？我现在开枪。对、yeah.。这没开过几千个的，感觉没这手。熟练的令人心疼。再出一个好吧，再出一个，再出一个，我直接他妈跪下直接。再出一个金，直接他妈现场下跪。这一二三四五六，这样吧，如果这六个 手套出了金，今天就通宵。阿展，看一下我这个手套，我这个手套好还是我现在这个手套好呀？我感觉没我现在这个手套好看，这个手套太难看了。对呀、啊，蛇皮的，这个手套是蛇皮的。对，蛇皮的。哎，这个完美的布是什么样的？不知道，好丑，这手套肯定没有我这个现在这个好。丑死了。看一下我手套，看一下，没有我这个好吗？我这个应该比我现在那个好。手套特别贵，我给你们讲一个牛逼的好吧。我们有一个水友在看到我们建了希望小学之后，这个水友他妈的也去建了个希望小学，在四川泸州，700万，好狠，好狠。然后还让我去灌饼，我就算了，我就不灌了，这种他妈的太顶了。有个水友之前我们不是建了希望小学吗？然后那个水友感觉是个很有钱的人，然后自己直接去搞了两个，花了700万，太他妈变态了。太他妈变态了！等他的小学搞出来，我给你们，到时候给你们看一下，好吧？可以，我先去 YY 兄弟。他们是只要我们要调延迟，知道吧？我们要调延迟，不调延迟呢就很难吃。调延迟的话就可以吃。PUBG 还可以50打50吗？可以。我操，那好刺激啊！感谢安康二，老板大气二，送的火箭。哎，东方强，来给你发我枪。咋的？现在发不了吧？怎么说？品一品，我东方强。你别动，你别动，你别动，我看看。怎么说？留呀。我看看啊。为什么我这个枪他妈全我看不到看不全屁股？0.009。很牛批，0.009的暗金咆哮。我有一个0.0004个零，5个零，18手枪。你有没有兴趣？多少钱啊？这直接给你啊。可以。啊，手枪没用。USP 啊。手枪没用，我有他妈 CC75呀。不是啊 USP 啊，你手枪就不可能起。CC75的呀，啊，讲道理还是。那把手枪好像现在是世界第二吧，之前世界第一。我的商人，我的商人有那个手套。木克代表。那个什么运动手套，迈阿密，然后是全世界第一低磨损的。那个怎么说？
那他妈就很恐怖。对，但他很贵，但他要什么七八万。CZ 七万五 ，Go Go Go， 很他妈恐怖。我哎，我等会儿我看我能不能让他把那手套发给我看一看，看一下好不好看。有很多人都说好看。兄弟们，冲了！这是金钩安送的。哎，我被捅了。飞机。啊啊！我炸了。啊！我裂开了。迈阿密派那个迈阿密和那个什么，就两个运动手套最好的两个，他都有世界排名第一的，但都很贵。多少钱？啊，都要差不多10万左右吧。都要接近10万吧。对，潘多拉和迈阿密打哪里？兄弟们绕逼吗？搞他娘的中路！可以，我跟可以，我走下一道，你要来走，我下一道，下道下道下道一个，你要下来下来，把他把他把他，唐山拱门！哎，我怎么是连发呀？拱门一个，拱门一个，打头两个打头。IP， 我就我一个了。哇操，牛逼啊，叶子高。好像没啥血。东瓜墙舞台很大，好吧。哇操，东瓜墙！哇操，直接弄他。提防 AR 吧。冬瓜强他妈大主播呀，兄弟们讲道理，他确实挺猛啊。别闹呀！你的千分之一都没有呀！可以出你了。你死了，你死了，再见。喂？哪里有人？哎，人呢，兄弟们？杀完了。哎，没了呀。哎，人都没看到。对面感觉好像在妹耶，天天白给的松萝草。他们两个打这种局算虐菜的，我能不知道吗？我们天天玩。哎。哎呦，这飞风机啊，蛮头上的好。哎呦，站哪 ？B小，先拿包。走门。牛批，有 AK 捡，有 AK 捡，地上。M4。怎么说还不错吧？我的枪法，兄弟们。OK。关了吧，没意思。我觉得还是开着吧，开着有意思啊。哎妈，还有局，啥情况？右边，右边，小心！上来一个，右边 VIP 右边。啥情况？还有局？死了吗？那局死了吗？没死。没。那 VIP 死了。买包吧，买包吧。哎，我炸了呀！我操，这杀的也太快了吧，兄弟们 ！What the fuck！ 我操，这我要冲起来了呀！对吧？还有局啊，妹的，就一个人起，操！
直接中枢弄他。太累。我跟牛奶打二楼啊。啊！再劈一个。他粘死我了，快！我操！请加，请加！牛逼！Nice 啊！牛逼哦！我起把狙，兄弟们！谢谢，掉了呆呆就好，送了飞机。再把他妈趴下之力。Thank you very much。啊！牛郎，我来给你拿枪。中路一把大狙。两个，中两个。拱门包，拱门包，跳闸！我被刀了，我炸了。中远捡了我一把狙，好枪！别劈，别劈 ，nice！ 别劈，别劈。哇，这个操作太秀了呀！那天那个廷哥也搞了一波这个，我也要学一下这个。狙给你，狙给你。地上有狙。可以，我带着狙啊，东瓜铲，我给你打二楼。OK， 我给你拉上线，你记得补枪哦。OK， 我准备拉了。藏枪，藏枪，藏枪，老师，藏枪。哎，哪里？外 外 外 这个缝能看到的，但往右手走一点就好。对 ，OK。但藏枪有一个。外 很长，外 很长。完了，二楼来了。哎呀，算了，不打狙了。哎，二楼狙，二楼狙，没打。前面右边。前面往前走先，我是拿 AK 给你打吧。前面右边，前面右边，前面右边。哇，进没声音了。啊？有进没声音了。那咋整？你没事，你走，我跟你说。你右边，右右右。大狙你。啊！打他五十六，我操！这他妈的怎么打中啊 ？AK。这个图打狙不知道什么会的音乐，打二楼是吧，老师 ？Go go go！ OK， 道具拿满了啊！我再白一个，好，你白自己。二楼下我刀了。哎呀，这个老逼很残。短枪，包点，包点，跳台一个。跳台很残。第几人？别穿了，牛奶。第几人？紧张。牛奶可以买包。包牛奶，牛奶包包包包。下包牛奶，下包下包。牛奶下蛋下蛋下蛋。有人有人。牛奶买包，牛奶，牛奶买，牛奶买包，牛奶买包，牛奶别慌，牛奶买包，牛奶别慌。估计最后一个在中门。你家没有啊？牛奶好慌。哇！
操，可以啊！别急啊，牛奶！我就看牛奶在井下一顿操作，一顿操作。我他妈最多黑铁单位，兄弟们，好好看一波好吗？哎，逼小，逼小一个，逼小一个。谢了。逼小，操，逼小。哎呀，这都没打死二楼一个，大残。哎，来了，牛奶前面，牛奶前面。逼小最后一个。VIP 紧张，牛奶出去看紧张，牛奶叫紧张好像，紧张，我的这波我的，发一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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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丢了，可以。牛奶好像是比我杀的多、啊，他妈的，搞一波下水道我去！等一下，等一下，老师我来，我先来，我先来。好的，几分钟。哎，别回头，别回头。拱门。我怕他丢伞。出来一个 ，nice。长枪，长枪。这长枪，紧加紧加紧加，闭闪闭闪，黑屋死了，死了死了，哎，不是他不是他 ，VIP VIP 前面，对对就是你，对，打他右边，跳下去，哎，哇操，这也打不死，啊我操！脚下，我操！不，我不打 AK 了，你把 AK 感觉弄不好。我在穿长枪那个，好像穿长他的枪。啥时候跑到井下来个这个，这个打的准一点，讲道理。哎，我这个 SG 五五三有啥好看的东西吗？好像没有。我带这个枪吧。没有，这个枪比 AK 还要难打的。但还有多个瞄准镜啊。有大招比下刀跳一个。B 小，什么？最后面 VIP 一个 ，VIP 一个 ，B 小一个 ，VIP 一个。哎呀 ！B 小跟 VIP， 完了，真是水平暴露了。上面有一个，枪五五三，哎 ，VIP 一个，屁股后面牛奶，左边，对对对，还在上面，慢了慢了，慢慢来，别点太快，这个枪不要点太快，可以点右键，点右键是瞄准，好 ，OK， 跳下去了，跳下去了，右边拱门拱门，上中路了，直接去 VIP 打他，去中路了。他听不到吧？我们说话，那听不到。小心，小心！但是右边可以右键，右键可以开镜。
右键可以开镜。哎，你怎么开了镜？我看他开不了镜啊。没时间了，牛奶快，他妈冲击打他。完了。炸了。我能发，我能发，来一把，兄弟，可以，我也该发。你要五五三还是咋？我就这个吧，就这个，就 AK。他妈的，玩这个游戏不练好 AK 怎么打 ？OK。我他妈快熟了，发到下一个。来了，有一个 B 小 ，B 小有一个小木。哇操！楼上一个，两个打一枪，三个 A， 我炸了。小心静音啊！都在 A 啊，都在 A。OK， 拱门一个，长枪，长枪去警家了。是吧？你别来，我叫小仙，你去 B 小开两枪，把他吸引走。你妈逼呀、啊！这他妈都没吸引到他，他妈的！前面啊，警家往左边那个位置有一个。完了，剿匪了。这五万麦都没点，我炸了呀。还有，近点。发一把，发一把。想到他好像。发一把。来，我发。没钱，兄弟。我丢。我可以发，可以发一把。我不要，小心你拿。OK。现在有钱有钱呀。留点钱吧，下一把要。我跟奶哥冲一波好吗？我们二楼。外屁友，外屁友，老师别出了，等一下。二楼封烟了。别吃，还有，一条有，一条有。B 的走了。还有两个，老师别出。好，我不出，我不出。嗯，跳板 ，B 埋包了，老师啊。这个时候应该可以出了，没人了应该。对，全在拱门超市的。YT 好像有一个狙。我操！AUG 秋叶原，可以，我去搞一个。但我买了 M 4了呀，我就多用 M 4呀，熊大弟。秋叶原，怎么说呢？二次元嘛。老师你喜欢二次元可以玩。我喜欢呀。对啊。就买搞一个好看，真的好看。二楼封烟了。哎，跳台一个，跳台一个。啊妈，这个时间差抓了我，哎。这个游戏的这个啊，没喷死，炸了。这个瞄具。别急啊。别急啊，牛奶。嗯，出去之后我架跳，我打跳台，你打右边啊。来，一二三，走。没有。VIP 有。我们俩兄弟。你要来找我了吗？88D，我操！来，牛奶，来，我们二楼再打一波，走。没，等一下。弄死妈的！这帮人。游戏的等级怎么调？别急啊，等一下看。
这啥？这是什么音？小心过来了。不急不急了，等他进，等他那个烟上。你要听右边。右边右边打残了。丢个闪，我可以丢个闪，等一下，你那个烟上我丢。你俩别做了，你俩别做了。他太着急出去了。他估计要捡枪。操，拱门一个，边梯一个，拱门两个。放枪了。不行。还有个边梯。这不好打。走，我们可以往后死，没关系。对，我们去支援一下，把包捡一下，把包捡一下就行。捡了，捡了，捡了。中有的。二楼压一个，二楼压一个，二楼压进来了。OK。二楼在我们屁股后面是吧？二楼压进来一个。跳台一个，跳台一个。屁股啊！不，队友。A 二是有一个的呀。对 ，A 二楼里面有一个。我在看。打一枪。下面。哇操！全他妈到处是人，不知道打谁了已经。傻逼吧！我操，真就要刀我呗！哇，这狙太难用了，感觉这肥猪的狙。操，真就要刀我呗！在哪里调游戏的准心的呀？啊？游戏的准心。我准心是对的。我把这个安全套给他去了。妈逼，来！小心 B A 门没去。B A 二没有。走。让 B 了。来了。操！哎，第二个没下了，放包了。有个很长。射水里。扎发死一个，这里还有白车的位置呢，这个在白车。小心要后画在二楼。看，我看你们拆吧。拆二楼，二楼。牛逼，没了。拆呀，拆呀，快拆！拆了，我拆。没有消音器，它有没有都是一样的弹道的。那消音器的用处是什么呢？消音啊。哦。就是一不降低后坐力是吧？没啥区别的，在现实里面。差不多。A。我弄他。多 A 多。B 有，去 B 了，就两个。下一道小心。B。太猛了吧，兄弟们！我给你发把狙。我不要狙啊，兄弟。我也死了。是有点菜啊，兄弟们，是有点菜啊！我炸了！哎，A 一两个，打一打！我操 ，A 二两个 ，A 二两个！啊，追太快！我操！这 M 4感觉非消音的好难压啊，比消音的难压多了。子弹飞了呀，刚刚压不住有点。
冲野，我吐了。打了一枪中远的，吐了是不是？我操，这个驾驶弹真的好累啊！真的累，还想招呗？我操！哎，来 PG， 小心！听到，听到了。我操，好帅啊，这把枪！哦，谢，他们要来教我了。他妈的，我拿这把枪一个人都还没杀到，我很烦。退货了。你这样，你下把，下把我跟着你，好吧？枪杆不对。牛逼啊，小心！把枪还你，老师。可以。啊，你给我看一下你这个枪，老师来了。你站哪？来，丢把沙鹰给我，小心。怎么说？直接给你，直接给你，我占了，我占了。不是暗金的。是暗金的呀。哦，是暗金的。中过两把狙。我操，两把。这还可以哦。我跟着你，我跟着你。拱门一把狙。怎么说？绕不后。拱门。绕后，绕后，绕后。他们应该是里面人。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Nice。Nice。我操！我们要中路吧。A 一把狙。两点，两点。A 出了 ，A 出了。A 有把，没有？两点两个，两点两个。牛奶，你左边，左边。还有一个中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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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拱门在下面。来来来，拱门下面，老师干他，老师跟我来干他。下面，右边，压着，牛皮。来，谁要狙发把狙？来来来 ，M M 四还你 M 四。我不要，我来 U G 了，我来 U G 了，你拿吧。我拿，我没枪，我没枪，我上了。Go go go！ 暗金咆哮。Smoke。爆闪。Throwing grenade。哎，出了，两个。哎呀，三个！要楼一个，要楼。全场，全场。Nice！我哭了 ，VIP 哭了，操！哎妈呀！他妈了个 T 打八十五，哎，穷了兄弟们。妈，我这鼠标坏了，他妈开镜他妈双连的，操他妈呀！哎咬了，哎咬了，哎咬了 ！What the fuck? What the fuck? 哎还有，哎，拿去了。我操，这逼打我好痛啊！打一打，打一打，奶牛，不是牛奶，奶牛。
水都瓢了。上厕所去了。A 一二。我操，还能杀一个、哦。嘴瓢了。我的。我操，牛逼啊，小心。我他妈挂机了，感觉。对吧，我跟牛奶竞争一下好吧，牛奶现在多我两个头，他妈的跟他拼一波。哎呦啦，A 没出、啊、下子刀好像枪傻逼了、哎、要了一个哎呦都死了是吧小心 A1 老子一个大残一个大残 A 一个大残哎呀，果不其然，又是最后一名了。再来一把，能不能来个 Dust Two， 兄弟们？可以，可以。选项图，符最好有选项，一会儿排到那香港符就炸。来把杀二，兄弟们，我要证明一下自己，他妈这段时间的努力没有白费，好吧？这把必上白给秀。来把杀二，兄弟们。这把毫无游戏体验，倔强一把。听点歌曲 ，Let's roll。听首歌曲，战斗一下。直播间的朋友应该又要熬死了，熬死你，真的熬死你。直播间没人了，我他妈没人了。没人下播了啊！单播打他妈的，一开始播打 FPS 都掉光了，没法玩。特别是沙二这种大型的地图，压根就没法玩。见人他妈 FPS 五六十咋打嘛？为啥呀？没有，这跟他们弹幕、交流。骗弹幕呢？一个镜片。我屌你妈的啊！直播间的小战友们啊，小心这把躲不躲？我们两个谁杀的多？接不接？粉丝荧光棒啊！你跟我赌吗？你让我五个头，接不接？多少？五百。感谢好难过东西。小心，我觉得可以接，好吧？接了，接了五百 ，OK。你妈逼，干过。接了。我们能不能先选警察，兄弟们？搞掉。放心刀。可以。哎，又是对面哦！分太低了。我就是梅西。我应该有这把枪的皮肤呀。我们是空了这把枪，不可能呀！我没有 SG553 的皮肤。老板带起啊！
那不会念怎么办？那只能六个火呀。谢半卡啊！为什么你的半？哎，我怎么热身的时候这么厉害呀？我怎么热身的时候这么厉害呀，兄弟们？我惊了。哇，热身的时候好猛哦！我被两个人割喉。我操！我也被。这两个逼一起来割我，割我喉。哦、oh, shit, one way two. 有一个一刀的，操作他们。他我看看能不能弄死他们。主要是我妈了个逼，刚才这样被他捅了一刀。不追。怎么说？感觉他们两个一起来了。哦哦哦！一刀一刀，这个一刀。确定吗？一刀一刀一刀，没血的，没助攻嘛，还没有我的助攻嘛，贴一下。哇，这可以，牛逼，冒名刀郎。我打算禁闭了，我也禁闭了，宝贝。OK， 那我守 A 吧。怎么说我的声音像那个男人？不是的呀，左 A 有，看到 A 过了几个 ？A 两个、三个 ，A，B 没有 ，B 没有。我炸了，中路好，全中了，我操，中路出了，中没见啊？没想上。哇哦！我操！中路一个逼城，哇操！这个逼有走位的小米粥，我的天！我操，厉害啊！八滴血，操！我手臂啊，兄弟们！黑大，黑大 run 了，来了！找牛奶进一进，打野了！弄出来！那妈的，弄死你！弄死！哎，门外！没了 ，A 大，就个 A 大是吧？A 大还没过，还没过。好，我屁股了，好像。哇、哦！操！谢谢送飞机啊！谢谢大家送的礼物，牛逼啊！哇，调料是两个老板的呀。老板大气，老板身体健康。小心欠我五个头的啊！嗯，我知道。闪人 rabi， 闪人 rabi， 中路没见。全在肥家。我操！我的。啊啊啊！有大区吗？有个左边。老鹰兵有个左边。我操！哇！我看快点过去了。我的。什么位置？中门，中门，这能看到了，能看到了。A 门 ，A 门，这假的，不必要。小心，这500块钱没了呀！你现在欠他，你现在欠他4个人头呀，哦，8个人头呀。谢谢。我垫底啊，怎么了 ？HDS 送飞机。
还没法玩了。坏起来了，坏起来了。坏起来了，坏起来了。B 叫一个 ，B B B， 哎，你都没了好像 ，B 到 B 到，这不是垫底的呀，冲了呀，大家都。建议尿检啊！小乔，你妈的！这是套子啊！那也太有型了 ！What the fuck？ 别！让 B 了，让 B 了！闪光！闪光！哦，鸡巴白！等一下，等一下，大箱子一个。我操！直接打枪了！哦哟，狙了一个，操！右，对，对对对，右手，右手，对。你看的位置里面，你挂了。门口，门口，门口。哎呦，我操！神神，爸爸狙，老师，快点 ！OK，OK，OK，OK。妈的！耶！叫我上，叫我上 A 小，怎么说？那我叫你，我叫你了。哎呦，这个位置 ，A 来人了吗？没有 ，B 很少。B 有一个，没错，听到没有？没打一个，我炸了呀！妈了个逼，北家还一把狙，操！他妈的，他蹲得出来的，小心过来了。OK， 过了一个，过两个，操！等他，我等他安包。我炸了！你鼠标速度太快了。那个人一失。What the fuck！ 我操！操他妈的！哎，好饿啊！我想办法了，人想点上，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了，我也要想办法了呀！不能再放纵他们。哎呀，我被收过路费了，中了一把大狙。好，出了一个，小心一点。满狙！啊，他妈的，我要换鼠标。退回来，退回来。有人吗？牛奶？有。B 好像上了，上了上了上了 ，B 把狙啊，对了，狙神，哎，一把狙，他妈的，把这把狙给这个 B 掉了，他妈的，这个 B 有点猛。我操！狙死我们这把狙，他妈狙死我们五六个兄弟了。等一下，我去弄他，好吧，我进小区。我鼠标右键他妈连机了，贼不好用。按下去太远。屁股。
外卖到。喂，我操！我操！小心，这他妈的！关了呀，小心，别开了呀！随便来一种，抓到哪种啊？有没有宝贝发把枪？差点五了。那你忙不忙？可以。谢谢奶哥。我右手随便来，等。咋没狙了呀？吗？喂。地啊，有可能是。哎呀，我这等我右手随便来。别打丢伞了。好、啊。不、哦，必输了。必输了，必输了。妈的，老子唯一一次不去架逼，这个逼就来了。哎呀，我操，杀到自己了，崩溃了。逼里面，逼里面，逼里面。逼里面 ，OK。你妈逼不放包来断我丢个钥匙下去呀，怎样？哎呀！这个爆点很恐怖啊！在哪？不是 B 吗？就里面啊。对啊。看一下后路。哎呀，六滴血！哎呀，我操！连弹，连弹。嗯。连弹。我操！中路不跟我对了，我操！哎！哎，大量是吧？来了！炸一下！过来了！小心慢点！我炸了！再往前点，跳炸过去！已经有货，知道我来了，我操！没过，还没过，换枪了！叫我一下牛奶，叫我一下，蹲着叫我一下。A 门，还进来！你们 A 大别让他上就行了，我架着呢。中门一个。打一枪，没血。哪里？这没血。OK， 死了。A 大队友给 A 大。A 大队友给。包点 ，A 包点。我操！我切！包点有狙的。来了呗。走吧，给你，发了一个，好枪，你们开一下门，我开一下门，慢一点，慢了，哎呀，满了！我操，这波让 CP 他们阻止好。逼动！这个点可以的呀，这个点是很好的点。妈的，几把狙，来把 CC 七五。喂，
哎呀，有人就往回拉啊，牛奶。我炸了！一时这人背伤了，我操！下一个。你在哪儿啊？B 里好像有 ，B 栋里。B 里没有 ，B 栋不见。包在这里，包在这里。包在匪家。哎，应该还上一道吧？他在谁家里？谁电了我一下？北大，北大，没出了吗？没出。啥呀？没出。这是啥呀？中一个。中门要出，中门要出。哪里出了？中门出了，中门肯出了。哎小一小一小一小小最后一个 A 小对两个 B 里面两个都在 B 吗对对对小兵 B 栋，小兵过来拆。牛逼！牛逼！我操！我这狙玩不了，把狙给你们吧。你怎么明天八点有课？对，我把狙给你们吧，玩不了狙。来，就玩一下，就玩一下。OK， 谢。格雷送的飞机，谢谢小鹏送的飞机，谢谢。老七像是在找手感，兄弟们。全闭。B 层有 ，B 层有。收到。他妈那个 B 打几个人就没意思，开了开了，他妈的我白给的，就哈哈哈哈哈。B 打了很多存渣，穿道一枪。我操！哪里哪里？大一，还一个，还一个，还一个。你妈了个这老六啊操我发枪我发枪牛奶自闭了这样杀了几个三个牛奶自闭了我他妈哪儿老六我手逼兄弟们妈逼里面我做主兄弟们牛逼搞黄色啊、哦！我正主啊、哦！
A 多吗？你二怂逼牛奶，干嘛脑残？做主的那个人死了，我们有机会了，兄弟们！牛逼牛奶，我操，喷子！是他妈的找我呀！不是这个游戏，有 A 区跟 B 区，这个 B 里面就是在 B 区里面，不是你们想的那个，好不好？我操，完了呀！我这波如果人头没小心多的话，我应该就没了。我只会打警察。没有啊，他不是让你五个吗？你现在十八个，他十三个。对，但我玩匪族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白给。H U D 吴彦祖送的飞机。只会玩警。没，走。走牛奶，走，进，别慢点，进不进去啊？臂力全灭！我操！老师，那个人头抹得了呀，一丝血给你搞了，就跟刚才 A。走。跑了吗？小道上了，可能。A 的。哎，不是我的人头呀！我操！抓的好紧啊！完了，兄弟们，白给开始了。你先二十个人，你慌啥？我匪徒不会打呀，我只会打警察。好，左边。A大。真的是从 B 区杀到 A 区是吧？中门，这个人是老六呀，是个老六，终极老六，哇操，一个人都没看到，影子呀，他妈了个逼，这么大一个影子在上面就挂的。别歪了。呀，好多人呀。H,M 好多人。OK。我全部把他点了好吧。可以，你可以偷屁股，可以偷屁股。弟弟空了。我下包。来包吧。我这个闪不是把他们闪到了吗？没闪到，跑到下面去了。我刚看了一下，来，你们可以冲，我帮你们丢闪，我帮你们丢闪。先交树那边丢，我会这个闪，我会。
我被炸成猪了。被空了。来，请加一个。哎呦。请加呀。大狙。猛啊，这个人啊。Nice。完了，兄弟们，我的匪徒蔡如，他妈的，香蕉偷偷换人了，他妈的摄像头不在这里吗？他妈的就偷偷换人了，打两个人，你妈的！哎，打匪徒好像可以用狙，警察不能用狙。各位兄弟们，冲了！一道闪光，两个，逼两个，我操，白了，啥？他妈心态崩了，中最后一个，我拿狙步跟着大部队冲干嘛？架中路吗？我对不过呀，我对一次吧，好吧。我他妈的，我把面具摘了，他妈的，等一会儿我把脸皮给扯下来就行了。What the fuck? What the? 有人，有人，有人！狗洞，狗洞！我操，两个人都被我打到了！开了啊！这个不会在他们家吧？我操！被打死了就是本人，完了，兄弟们要给小新付500了。没有啊，但是你现在还比他高了。但谁是个匪徒不行呀、啊？你杀一个感觉稳了，或者两个。小金现在很慌，知道吗？也没。闪光，小心！哇操，老六的一逼，这个人我操！中了两个，中了两个减狙了，老师。还有一个。放包谁？下包，放包。行行，放个 A 大包。杀人好吧。来来来，放个 A 大包，在这个位置放，在我这个位置。好。炸了！炸了！我包丢给你们了吧？包丢上去了吧？炸了！这三局我都不知道怎么赢的。啊！刚才没捡到狙，我炸了。好枪。车你没看到吗？没看到，我在看左边。小心又开了的，是的，我开了、啊、我还是在打的，他在我他那摄像头没照到键盘和手啊，他在打呀，他在我怀里打的，我抱着他，他打的。全是头，我操！What the fuck？他一个吸引，一个逼空了，贴着的。哎呦，没点到头，嘿，大没血。这是稍微加分。
这里必然有一个。并没有啊，并没有避空的，避空的。啊，这里必然有一个，不然的话他肯定要回来看了。别打了，你们应该追我了。你笑什么呀？我操妈傻的。太搞笑了。哇，我是在犹豫，对，在犹豫刀还是不刀，算了一下，别刀了，不好。自己的水友怎么说？怎么说？在我的刀下。等一下，那个支付宝还是微信啊？